今仔日首先来关心到天气，要开始渐渐变热咯，也是长病毒开始要流行的季节。中华关卫生局结合广府相关局处的力量，加强防治的工作。今仔日中华市中山国小举办一起洗手去长病毒无处去的宣导活动，提升民众对长病毒的认知，并且将认知转化成为日常生活习惯。中华馆长王惠美甲慈善大使麦当劳叔叔向小朋友宣导健康洗手的五个动作。好，第一个步骤是。今年是中华馆头一个甲企业合作办理校园防疫小尖兵洗手比赛计划，由中华馆175间国民小学甲25间乡镇市立幼儿园共同参加，将洗手教育向下扎根。让小朋友体认并且亲自正确洗手的观念。中华馆长王惠美表示，天气渐渐变热，拄啊是长病毒流行的季节。为了要预防长病毒的发生，所以甲慈善大使麦当劳叔叔透过洗手行动中，示范正确洗手五个动作，湿搓、冲、碰、擦的四步动作，嘛传达食物件进前、甲红影算进前、便所了后、蹭鼻了后，以及看病前后，拢一定要洗手五个重要时机点。这个季节变化啊，又是到我们长病毒哈、要流行的这个时期哈、那我们怎么样预防重于治疗？所以我们今天请到麦当劳叔叔啊来呢，用活泼的方式教咱的囡仔啊如何湿搓、冲、捧、擦这个五个部分哈、让孩子呢能够呢在他比如说外出回来吃东西之前呢、等等的能够都记得洗手哈、来避免这个肠病毒哈、这个传染。那我们也很谢谢这个麦当劳叔叔这次也提供了1000份的这个麦当劳餐，还有呢香港的这个公司啊也提供给我们这个清洁乳哈、那就是希望说透过我们在校园里面的推广，我们找出最会洗手的这个宝贝哈啊，来给他这个鼓励，那希望呢能够这个落实到我们这个肠病毒的整个的预防的工作。中华关卫生局呼吁，肠病毒传染力真强，部分患者感染到肠病毒了后，会只有类似感冒的状况，无容易发觉以及预防来成为潜在传染源，所以提醒民众为外口倒去厝一定要先换衫。洗手了后，接抱囡仔，避免有传染的事件来发生。新中华新闻，北平林中华采访报道。